如果你因为 Red Dead 碧血狂杀这一款游戏而去买了全套的牛仔装的话，帮我点个订阅和喜欢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这一把 Winchester M1892， 就是这一把，可以看到。那这个呢，它是由日本的毛信做的，那它就不是 WG 出的那一把 M1894。那之后我们都会来介绍，今天先来介绍这一把。这把是我觉得 Lever Action 里面比较漂亮的一把枪，比 WG 的那个质感再更好一些，可是它就不抛壳。那 Lever Action 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杠杆式步枪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是这种的。作动模式就叫 lever action，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有哪几种的上弹方式，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始吧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一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拉柄的这边，它是比较小的。那另外一个这一把呢，它是比较加大的。那加大这个呢，大家应该很难想象步枪要怎么像左轮一样这样转枪，它其实也是可以。这个东西呢，通常我的三只手会在这里，套在这里面，然后往带。它就可以转了。那这个是比较花式一点点的玩法。刚刚往前这样转，它是一种的上弹方式。那还有一种是往前推再拉回来。除了这样，还有另外一种上弹方式，往前倒啊，再往回收。那大致上这个就是 lever action 的上弹的一些玩法。那我们就先来打给大家看这一把吧。好，那这把枪要怎么填弹呢？真枪的话，它也是从这个地方，只不过 BB 枪它是塞 BB 弹，可以用手一颗一颗填，这样把它塞进去，或者用原厂它有了这个。从这边放进去，然后我们把 BB 弹灌一些进去，从这边塞，然后抽出来，这样就灌好了。这是它的填弹方式。那这个要怎么灌气进去呢？这边你用手可以旋开，旋到差不多这样子，它就可以把这个拔起来。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进气孔。那它是用8公斤的瓦斯，我们就灌8公斤的瓦斯。好，那我们大概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枪上有哪些的功能。大家可以先看到表尺，表尺这个是可以拉起来的，那依据你要打不同的距离你可以去做调整。然后再看到另外一边，那这边是有一个枪背带扣环，可是我通常都不会用这个，因为我不是很信任这个的强度。那另外一个这边就是填弹的地方。那大致上这个就是枪上的一些功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直接打给大家看。太热了，我先把腰带解掉。那其实这把枪在真实的世界，你可以看到牛仔，它可以这样，它可以很快的这样射击，不只是只有你这样甩枪，它其实是真的有很多种的玩法，乐趣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多，大概就是它的射击画面。关于这个左轮的枪套还有左轮，之前我的第五部影片，这个是我很早之前拍过的，所以今天主要都不会介绍这两把枪，这两把枪之前已经有拍过，那枪套的介绍部分也是。唯一一个比较可以讲的就是，如果你们想要看转枪的影片，之后我可以来分享一下，我并不是非常专业的，基本上像简单的这种往前转往后转，然后打平的再转上来，这个是我可以介绍的东西。那你要从这边收回来
这个也是我可以介绍的，这个可以之后再另外开一集来稍微介绍一下。今天主要是要介绍马枪 AD92， 所以这两把就不会再另外多提。那如果你没有兴趣想要看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之后我再来拍一集介绍转枪的东西给你们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打完了。其实这把枪呢，真的要讲它比较适合挂墙收藏，这个真的不适合拿来下场。你如果抠到的话，老实讲也蛮心疼的。主要是收藏啦，那你自己在自己家可以去玩转枪啊，这个东西都还蛮特别的。那这两把呢，我主要都是自己摆在墙上面收藏而已，我就没有拿下去下场。比较可惜的地方是这样，它不太适合下场，可是真的很好玩。那接着我们就先回枪柜那边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这两把枪吧。好啦，那我们从靶场这边回来以后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把 Winchester M80-92。 那这一把 Winchester M80-92 呢，它的作动方式呢，就是我们所俗称的 lever action。 lever action 的话就是杠杆式步枪，它的这种操作方式其实还真的是蛮特别。除了你们在靶场看到我可以甩枪之外，它其实有蛮多种花式的玩法。那这一把呢，它的研发者是 John Browning，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他是美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轻武器设计家。如果你本身是非常非常喜欢西部片的，那你一定知道 John Wayne 在很多西部电影里面都有使用这一把 M80-92。 那有的步枪呢，它会把这个环改成像我这种的比较大型的，方便你转枪。那一般的话就是长方形，就是你们看到我黑色的那一把。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毛线做的这一把。其实我觉得这把枪娱乐性跟之前一样，其实都是蛮高的。只不过这把枪，我相信拥有的人应该都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也就是它非常会漏气。那它灌气的地方呢，是这个位置。但你不要被这个东西给骗了，你可能这样看上去就是整个一条的气槽，不是？那其实包含枪管的这个部分，它里面整个都是气槽，所以你会漏气的地方，除了前面以外，还有上面，它就是一颗螺丝锁下去，然后里面垫一颗欧环。雾木拆掉以后，这边在下面这个位置，它里面整个都是气槽。所以只要里面的一个胶垫或欧环松掉了以后，这把枪就会非常非常容易漏气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这把枪在外观上的设计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，它其实该有的刻字几乎都有刻出来，操作性跟木头的质感还有金属件的质感，我个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。这把枪当时我收的价格，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是14700台币。那时候我好像还是学生吧，所以就勒紧裤带，然后吃了好几个月泡面来买了这把枪。那我有看到观众一直在敲碗说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拍像阿诺斯瓦辛格拿的那把霰弹枪，之后一定会来介绍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好啦，那这边这一集为什么会特别先拍这个东西呢，就是给观众指指渴。因为我看到霰弹枪那集的底下很多人留言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拍阿诺斯瓦辛格拿的那把霰弹枪，之后一定会来拍 Hawker 版的 M80-94， 我也会一起来介绍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